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全哥阿全吃酱宝。那今天35天签到一个蓝变，那分享一下，全哥又欧了。你们看，我抽到什么？红色妖魔，这蛮爽的。对啊，吃下去，伤害减免加一。好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变一下。哦，这一只是合不到的欸。对啊，用抽的才抽得到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到别只啊？那蛮幸运的。好啦，那以下开放留言啊，看大家是抽到什么。这一次35天的签到的蓝变，以下开放留言，看谁有比较比我欧的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欧的。谢谢啦，谢谢橘子大哥。那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。喜欢全哥的频道的话，帮我按个订阅加喜欢，谢谢各位啦。晚一点可以的话，我就开个直播。各位拜拜，再见。